他今天烫的是复古羊毛卷。大家好，我是 Samantha， 今天换我要去弄头发了。上次我陪 Aicha 去的时候 ，Lisa 就问我要不要当她的发模。她想要做的那个造型是复古的羊毛卷。我原本也有想要烫，只是我原本想说等头发长一点再去烫，但是有这个机会就想说就烫一烫吧。是会是那种很卷的那种，还是因为我不想要太整齐的那种？看怎么样。有一种是很整齐的那种。我不是。开始喽。是把它夹过之后，他们有骂我们在剪不好剪，因为外面今天有下雨，湿气头发都好。为什么要对狗吐舌头？现在就要是要先剪一些层次，这步骤是什么？这步骤的话，我们是要上药水软化头发，因为我们今天烫的是无缩烫，所以先上药水之后呢，软化之后就去冲水，它其实就可以上卷子的。一个弯度起来，它有烫这边是想说这边塌塌扁扁的，所以下面卷子。现在在等药水软化。它已经洗好了。这次大概要加热多久？加热差不多10-20分钟，加热完就要上二阶，快结束。他今天烫的是复古羊毛卷。转一圈，现在是最后的成果拍摄。Hello， 今天是我自己洗完头整理完的样子，就是长这样泰迪熊卷。那天设计师他会弄得比较卷，是因为我那天是去当发模嘛，然后他们要拍摄作品集，所以就有帮我弄得比较卷。我觉得这个发型没有到非常的好整理，因为我看小红书上面大家都是说烘干就好，但是因为这个发型它的层次比较高，也需要打薄，不然你的头发会整个炸开。我现在还没有很会整理，有时候会有点毛毛的。这个发型还蛮适合夹夹子的，这边也可以夹，然后还可以画那种晒伤妆。大家觉得如何？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、订阅、开铃铛，追踪我的 IG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